是短鲸，我是 Patience Sister 里面最高的成员，你们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我哦。我最喜欢球员是许基宏，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，年纪轻轻就可以成为新人王，我也希望可以像他一样把最大的热情跟活力带给所有的球迷们。前两年最高的就是我们的贵贵，现在呢居然有比贵贵更高的人加入了，来看一下他们身高，短鲸几公分？173，173超高的。我觉得我们就是更往名模团走啊，因为我们身高越来越高，就是明年就是来180的。短鲸，你为什么会叫短鲸的外号？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？就是因为我以前同学觉得我长得很像韩剧《大长今》的李英爱，所以就叫我小短鲸。因为他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啊，然后会有点撒娇，就是大家好，我是短鲸。然后不然就像刚刚那样，你知道吗？自然一点，对啊，自然一点好吗？看到短鲸的时候就想说她应该是非常一个气质的女生，但上次我们同乐会的时候她发生一件非常蠢的事情，我一定要好好爆料一下。她就说我的手机在哪，我的手机在哪，结果她插在她的屁股口袋，就是还要我们大家打电话给她，她就插在她的屁股口袋，所以她也是一个蛮天兵的女孩子啦，就是她有一种那种冰山美人型，再加上其实她的笑声呢跟她的笑点差不多，跟笑笑一样，笑点低，然后她的笑声也非常的有特色，所以下次球迷也可以来注意一下这一点。短鲸以前的工作她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舞者，应该对 JPS 应该非常的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吧。OK， 据点王，据点王，据点王，完蛋了，完蛋！就是因为朋友带我去看棒球，然后看到学姐们很漂亮，然后就是很可爱，很有活力，所以就是想要加入啦啦队。我觉得是可以满足在舞蹈方面可以更进步，因为老师他雕动作非常细，所以就是可能本来已经是舞者，可是来这里上课之后就觉得说哇，我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，而且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。最希望大家记住的应该是我的舞技，因为我觉得这段时间大家很认真的在练习，然后也付出了很多，努力很多，所以希望可以在球场就是让大家看到全新12个妞妞带来最新的舞蹈。新的球季开始了，希望所有的球迷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啪啪照，也可以进场为我们 Patient Sister 加油，以及为中信兄弟加油。球抓第一球打得相当的深远，中右外野方向，这个球结果后退接近手套， nice catch， 哇哦，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play 哈，林哲瑄精彩的一个五星级美技演出。抓第一球送到右半边方向，这个球打得相当的深远，右外手还在退，哇哦，结果跳起来接到了，接得精彩哦！张镇伟在行进之间接上了这个高飞球，这个球右半边滑下去 ，sliding catch， 也是一个精彩的手背。连两个球哈，中外野手、右外野手，真的是 nice play 的一个手背啊！这个半局高孝仪跟林哲瑄是帮了投手的大忙。接到了，但是位置有一点尴尬，要来考验一下游击手哦。接到了之后，快传二垒，这里是 safe。哇，王胜伟这个球能够接到就已经很不简单了，这是一个五星级的 nice play。棒打来游击方区，王胜伟扑了下去之后快传一垒 out， 哇，王胜伟这个半局就用两次的 nice play 帮球队化解了危机，终于阻止了统一狮队的攻势。